网络有名美食甜料生巧克力，一直是袂少人票选排行头前的甜料之一。嘛，捌得到世博美食展观众票选人气网络美食奖，年度百大盘手类点头。进驻新北市捷运淡水站推出甜料便当，希望会当让民众享受到各种的甜料。网络人气甜酪青巧克力是真侪大小朋友票选排头前的甜酪之一，也捌红选到世贸美食店的人气网络美食。年度百大伴手礼乐君厨房是来新北捷运的淡水站进驻设点，推出特别的甜酪便当，在人坐捷运站和公车转运站当中，予喜欢甜酪的过路人享受各式的甜酪。我们小盒基本上是放这种棒蛋糕，那我们的棒蛋糕也有巧克力口味跟香橙口味，那有时候都会看当季有什么口味，然后去做对调换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也有这种烧果子，像这种的话其实吃蛮多人会喜欢买小盒的来吃，垫个胃啊，或当下午茶其实都蛮不错。那如果喜欢吃比较多口味的话，那就会建议大家去买中餐盒。那我们中餐盒的口味有蛮多种的，那大家会比较喜欢去吃这种有塔类的。那我们的塔类呢，有柠檬塔、蓝莓塔跟草莓塔，我们都是用新鲜的水果下去做的。店员表示，虽然店内是以青巧克力为主打的甜酪，但这甜酪的便当一推出，一天就卖出几啊十份，是真受欢迎。这甜酪的便当系列组合有分大小，内底有布朗尼、塔类，各有香橙口味、鸡卵糕和烧果子等等的选择。我们主打的蛋糕是乳酪蛋糕，那因为这边也是佛托群数比较多啦，那我们的乳酪蛋糕一本来是做这种长条形的，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做一个这个切片的蛋糕，可以让大家带着走。那我们的乳酪蛋糕特别是它是用四种的进口乳酪做的，两款北海道，一个法国，一个澳洲。法国跟澳洲的乳源是属于重乳酪的乳源，但是我们又加了北海道乳源是属于轻乳酪的，所以它同时兼具了重乳酪的浓郁，然后也有轻乳酪的清爽。店长讲，这甜酪便当不少人拢会买来淡散，也是做点心来吃。另外，主打的青巧克力有上特别的83%青巧克力，佮微微啊苦的100%青巧克力。另外，佮有加入各种水果酒口味的青巧克力，拢是非常热门，佮受大家喜欢的口味。希望用无同的甜酪组合来吸引民众，和通勤族也会当享受各种的甜酪。记者柯端亚淡水报道。